有些人的人生像戏剧，有些人的人生像诗，像乐章，或者像酒，像茶。而我的人生却只不过像一道公式，心心相印的爱情加上无怨无悔的北大荒情节，便等于我的人生内容。那一年，一位将军又从北京来到了北大荒。于是，我第二次见到了他。大家安静了，下面我们欢迎将军为我们讲话。这个。哎，你后面你，你躲个什么躲啊？前面来，前面来。你叫什么名字啊？方婉之。方婉之。将军，他那个监督员是自封的，我已经严厉地批评了他，他自己也做出了深刻的检讨。检讨还是深刻的。那好，你给我说说你是怎么检讨的呀？我没有检讨。将军，事情其实是这样的。那天没有检讨，那也好得很嘛。你是不是龙脊学院的毕业生呢？嗯。成绩怎么样啊？你问的是专业吗？当然问你是专业呀。从来没得过第二名。那就是冠军喽。不是冠军，是第一名。第一名就是冠军。同志们，我们祁连从今以后要好好的爱护这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小方同志。啊，好。你们大家，包括你们连长在内，都要好好的向他学习，像他这样一个啊爱唱儒家、懂得业务的专业人才，仅仅干一个维修工。是不是有点啊浪费啊？是。你们说是不是有点可惜呀？是。那好，那我现在就任命你为这个农机维修厂的厂长，我们农场第一家专业的机械维修厂今天就在我们祁连正式的诞生了。哈哈哈哈哈！啊，这样做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啊？得通过农场的党组织这个程序。把烟给我。就不能抽烟？把烟给我。把整盒烟都给我。笔，人民方婉之同志为光荣农场祁连维修厂厂长。这个符合程序了吧？
啊。我。我是爸爸妈妈的独生女儿，自然也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从小被宠得很任性，自尊心又强又脆弱，有点像今天的某些80后。哎哎，你站那么高，你掉下来，木板借我望望好不啦？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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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来，借我望一下，老人家。翻了翻了，转过来。哇，好美啊！站好了，快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快点下来。鹿，我看见鹿了。一、二、三，有五只，哎，有五只鹿。五只，哎，有五只。那不是鹿，是狍子。哎，快下来！哎，不对不对，六只，还有一个小宝宝呢。那是狍子，快快快快快！狍子，下来！啊！肯定是鹿，不相信你自己看。我不用看，我就晓得那是狍子。鹿在这个季节是不下山的。那狍子也是鹿的一种吧？哼，这件事啊，你可问动物学家去吧。首长，喝茶。问他喝不喝？请吧。听你的口音，好像是上海人吧？嗯。到这里来做么事啊？音乐学院落榜了，来找小阿姨散散心。那你是怎么上的这个船呢？我小阿姨认识这条船上的人。你小阿姨本事还是蛮大的嘛。她是干什么的？她叫方明，是10万官兵中的一员。他们啊，都叫他北大荒的白百灵。你听说过柏林是白色的吗？没有。我也不晓得。我小阿姨是个护士，她参加过抗美援朝，还立过2等功呢。她跟着10万官兵啊，复员转到了北大荒。哎，她嗓子可好了，她给战友们唱歌，还给战友们看病，大家都特别喜欢她。哎，这岸上就是北大荒了吧？应该是吧。哎，那10万官兵呢？连林说的那种袍子我都见过了，怎么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啊？首长，到底舱休息一下吧，毯子我已经铺好了。你跟船长说叫他写个检查，这么高的像个女儿就爬到船上来了，像个什么话？爬得那么高，万一摔下来，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父母啊？我跟你说，对他，管他两点紧逼，我就要扳扳他这个烂爬高的毛病。哎，你这首长怎么那么怪啊？聊得好好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请吧。
不论我朝哪一个方向看，看到的都仿佛是一幅油画。我不理解了，有这么多鲜花盛开的地方，人们为什么要叫它北大荒呢？进来了啊！醒了。来，享受贵宾待遇，请吧。我的袜子和鞋呢？在外面晒着呢，你先穿这双吧。这是哪里啊？这是七连，我们连长说了，你是我们七连第一位客人，又是位女同志，所以我们要待遇上宾。之一，我小阿姨也是你们其中的一个，叫方明，是护士，爱唱歌。白百灵，你认识她？哦，就是听说过，但没有见过她。要是有机会能听她唱歌，那该有多好啊！你认识了我，会有机会的。真的。七连拖拉机副驾齐向东，愿意为你服务。那，能帮我弄点水？我想洗洗脸。好嘞。行吧。这什么水啊？河里的水。水里有活的东西？那是免不了的，可能是小鱼吧。要不是小鱼，是孑孓呢。什么东西？蚊子的幼虫。
你还是把他当小鱼吧，那听起来还舒服点。对不起，下次我会注意的。还想给我喝这水？我们都喝这河里的水。开始胃是不舒服，但慢慢就习惯了。再说了，就算那是蚊子的幼虫，到胃里就死了。反正我没有听说过那种事儿，说谁一张嘴说话，那蚊子从嘴里一只只都飞出来了。哎，在你面前能抽烟吗？你这么小就吸烟？不小喽。当兵五年，23了。昨晚谁给我换的衣服？听你这意思，希望是位女同志给你换的喽。老实跟你说吧，你是我两年里见过的第一个女人，真的。小次郎，哎，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你这人怎么一听真话就生气呢？再说又不是我跟你换的，那是我们连长。反正我今天看到你已经变成这样了，就因为你，我昨天跟我们连长在拖拉机里凑合了一晚上呢。那儿呢？总是最吃亏啊，剩一半了呢。给我点的，哪能烧着你呢？哎呀，走了，哎、走了，走了，走了，啊，嘎屌了，嘎屌了，嘎了皮了。哎，快上去，上去我来。先上去歇着，屁股一会儿。哎，慢点。啊，慢，行不行？行不行？没事没事。哎呀，嘎屌了，慢点啊。哎，昨天晚上我副手把你招待的咋样啊？你咋不吱声了呢？你小子。换了身崭新的，还扎了武装带，你还别个小松松帽呢。臭小子，哎，哎，别闹！新衣服，那你也没把人家招待好，要不然能连声也不吭一声？我都带你上宾了，还怎么样？弟兄们，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被一种劳动的情形所震撼，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快乐。兄弟们呐，哎呦哎呦，加把劲儿啊！刚才我们连长叫你，你怎么不回答呀？啊，我没听到啊。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用柴油和汽油呢。我们搁山那边开了个取油站，准备大部队的到来呢。为什么非得在河里？借着河水的浮力啊，人还是能抬动的。要不一桶油三四百斤，人哪抬得动？没有柴油和汽油啊，我们就成野人了，拖拉机动不了。你们都是炮兵吗？啊，我是炮兵。刚才替我那曲向东啊，他是狙击班班长。我们连长郭振义啊，可厉害了，他是战斗英雄。
骑白虎团，他可立过战功的。白虎团团长就是他抓的。能进我屋吗？进来吧。哎，挺好看的啊。别说，还真挺有派。那一半呢？那儿呢？这可不能扔，有用。正愁小沈的脚没得包呢。我吃的什么蛋啊？天鹅蛋，也许是大雁蛋。好吃。给我留点儿。你也肯喝了？我正愁你如果一直不肯喝，我该咋办呢？刚才我就喝了。喝的还挺悲壮啊。连长，给你们添麻烦了。还不如说你自己麻烦大了。不过在我没见到欧霞阿姨之前，我是绝对不会走的。说的坚决，只怕你想走都走不了了。不过看在你小姨的份上，只要你在我们七连待一天，我们就对你待以上宾。想不想跟我们开荒去啊？真的啊，想。开出的荒地，一道道土浪像跑道一样。小阿姨，我能开拖拉机了！难怪小阿姨在信中说，北大荒的土地钻一把能钻出油来，那么肥沃的土地，简直可以论斤来卖了。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出去什么号呀？我在叫连长他们回来吃饭，他们听得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呢？打草，那儿的草高，编些草辫子，趁着天好盖几间房子，等到冬天再住这些帐篷，非冻死人不可。你瞧他们，干起活来耳朵都聋了。我去叫他们。听着镰刀割草的声音，你能描述吗？我不能，我被这奇特的声音迷住了，深深地迷住了。诗人、画家、摄影、作家，你们谁能把这幅景致描述清楚？仅仅一个美，足够了。那超度数的魅力，醉人。吃完了，让方婉这给大家跳个舞吧。好，毛主席战士最还真亮，哎，是啊，还闪光呢，哎，这个就是腿，哎，这马，这马真好啊，这腿，哎，就服，哎，就记，好马，这都行这么大，哎，这马这好威，这大伙儿，大伙儿都别吵吵了，让这哥俩骑上给咱们溜一圈，哎，好，好，骑上跑一圈，来，哎呀，好，哎呦，好呀，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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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究这马，好马。你们咋把我给忘了？连长，我们几个搁这吃点零嘴，留给你的可是一大笔赏钱呢。啥呀？啊？啥赏钱呀？我爸妈出的。寻找女儿方婉之。我走的时候留信了。可你来以后，就再没给家里写过信。我明天就写，行了吧？那也得半个多月以后才到呢。再说又不是给我们写，谁家女儿出走十多天没有消息，晚上能睡着觉啊？徐向东，从现在起，你给我留意着点，一有机会我就亲自把她送走。现在？现在哪有什么好机会啊？你这什么话？你也看到了，三连垦荒队的爬犁刚过去，现在哪还有什么车路这种没路的地儿啊？你住嘴！你冲我发什么火？又不是我抱过来的。你想想，咱这地方是他上海大小姐待的吗？大家伙啊，把他当个布娃娃，稀罕几天那也就得了。真要是出个什么三长两短，咱谁担得起责任？啊？我不是什么上海大小姐，更不是什么布娃娃。
我送你。反正我没见到我小爱之前，我是不会走的。那可由不得你。你看天上这么多的云，快变天了。人不留客啊，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还生气呢？北大荒的雨季就要来了，如果不趁今天送你走，恐怕以后你想走都走不了。我是为你好，我了解你这种女孩，大都市里待腻歪了，想玩的都玩遍了，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儿就任性的离开父母，四处寻找解闷的地方，新鲜刺激的事情。三连的后续小队又有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就我的小阿姨，她为了救开荒中的伤员，被沼泽吞没了。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不管你信不信。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看到的绝对不是什么大小姐或是布娃娃。我那是玩笑话，你别当真。不是。我觉得仿佛连小阿姨也站在河边，并且也在说：“反之，你不是小阿姨，真的成不了北大荒的人。”
婉芝，婉芝，妈，妈，女儿，女儿，你这是怎么了？对不起，我让你们担心了。妈，我想阿姨牺牲在北大荒了。什么？我再也没有想阿姨了。爸妈，我决定了，我再也不考音乐学院了。我觉得我小阿姨以前说的对，她说我虽然有点音乐细胞，但并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再努力将来也只能成为一个二三流的钢琴家。其实我早就意识到我小阿姨说的是实话，虽然有点伤我的自尊心吧。你考别的大学我们也支持，只要你考虑成熟，爸爸妈妈都理解。我要考农机学院。婉芝，你是崇拜贝多芬的，你的人生路不能朝着平庸的方向去走啊。妈，你别忘了我也崇拜南丁格尔啊。南丁格尔平庸吗？爸妈，我现在啊对《命运交响曲》有了另外的一种理解。我觉得像我小阿姨那样充满热忱和理想、默默付出人生的人，也是值得作为榜样的呀。我在北大荒就见过好多那样的人。同志，你好，你好，有农机类的书吗？同志，麻烦问一下，有农机类的书吗？有。我一考上农机学院，就迫不及待给郭连长写了封信，并且像盼情书一样盼着他的回信。北大荒，我想你了。你不是到团部去接我，主要是为食堂去买东西的吧？恰恰相反，为食堂买这些东西，那才是捎带脚的事。哎，你咋还穿这身衣服呢？这身衣服我都没舍得穿，到团部才换上的。这身衣服能证明我四年前就是北大荒的人了。这四年里我们可没少说到你，特别是那个曲向东常编你笑话。他能编我什么笑话？编你回到上海一跟人说话那嘴里就往外飞小蚊子，一打喷嚏更不得了，大蚊子小蚊子一团一团的往外喷。真讨厌。这匹马你还认得不？我就是骑着他离开的。前年是大丰收，去年是特大丰收，那运粮的车队日日夜夜运了一个来月啊，今年的丰收又攥在咱手心里了。哎呀，一个月前啊我们就把房间给你布置好了，就等你来了。哎，你看那画框还有这个台灯，是我跟小曲的手艺，怎么样？好看。哎，这幅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现在把它送给你。你喜欢挂哪儿你就挂哪儿啊。哎，小曲现在是咱们农机排的排长，你以后就归他领导，负责农机具的维修。这个是你们农机排才有的工作服，你看看。咱们连的农机具啊，都已经太老旧了，在这秋收的节骨眼上，你来的真太是时候了。那我明天就开始工作。那倒不必，你先好好休息两天吧。啊，我先走了。哎，对了，咱们连啊打了三口井，这北大荒的地下水啊可甜了。那个缸里是满的，这个暖瓶里是今天上午刚烧的，你就尽管的放心的喝用啊，保证啊没有结局。走了，谢谢。明明漏油，还说你的拖拉机没毛病。这拖拉机不是烧柴油的吗？柴油怎么了？柴油就可以白白浪费不心疼了？一桶柴油运到七连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哎，别，我知错了，我下回注意还不行吗？让开，让开。你挂的是四档对不对？拖拉机最高档空跑，耗油量跟地理作业是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少跟我说什么耗油量不耗油量的，手掌发脚崴了你知道吗？快闪开！你赶紧下来，少跟我说什么手掌不手掌，这是东方红，不是红旗轿车。你什么你啊？这辈子谁没崴过脚啊？干嘛非得要动用拖拉机啊？如果你们首长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扶到回连队。慢点。你是干什么的呀？七连农机排维修工，兼农机具使用监督员。监督员，啊？现在真是闲官不如闲官呐。好，我们不行。哎，不用你管。首长，他报复我们。什么？我想起来了，四年前在考察船上。您让我关他的紧闭，我照办了，可他还是偷偷的溜了下去，害得我们一船人跟着着急上火。因为这事儿，您还关了我一天的紧闭。原来是他，他这个丑急的还是蛮长的。您刚才看了他一眼，想起来了吧？对上好了。谁任命你为监督员了？啊？你怎么可以自己封你自己呢？他是将军，当年我还是他的警卫员。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如果你的脚崴了，那也会动一台拖拉机吗？你站住！你给我回房间，老实待着，再让将军看见你，没你好果子吃。将军，嗯，
您不能用这个。我用过这个大家伙的呀。我知道您用过，可您前天刚把脚给崴了，现在用这个，一是自己不安全，那对别人也是一种威胁。我也这么说，可他不听。将军，您要是不换镰刀，我就不下抢首领。把烟给我。田里不能抽烟。还想跟我耍军阀总统？同志们，老天爷成全咱们，趁大雨来前，霜还没到，咱们能抢多少就抢多少。龙口夺粮，那咱也得夺。下面我们欢迎将军为我们讲话。哎，你躲个什么呀？前面来，前面来。你叫什么名字？方婉之。怎么样？到现在你把我给认出来了吧？刚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把你认出来了。哦，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搞对象啊？啊？哎，将军，我保证，绝对没有。我也不会嫁给他的。怎么？我从前的警卫员你都看不上啊？啊？不是，是因为。是因为我是资本家的女儿。好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啊！一个生在长在上海的有钱人家的小姐，就是因为啊，到了一趟北大荒，就彻底的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为了我们北大荒啊，她考进了这个东北的农技学院。现在呢，毕业之后又没哪个人逼她，又跑到我们祁连来了。这就证明我们北大荒的事业有吸引力啊，而且你们这帮小伙子的魅力是无穷啊啊！小郭啊，我跟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你不把她追到手，到时候叫别个把她追跑了，你到时候后悔莫及了。哎，将军，你说什么呢？哎，你从今以后啊，大家都不要当的是资本家的女儿了。啊，要当的是十万官兵当中的一个可敬可亲的烈士的亲人。首长，首长，在这个时期，咱不说这个，有些人正在背后搜集不利于您的材料。老子才不管他这一套嘞！我到北大荒来都不能说我的心里的话，我不是北大我这个将军了吗？往火车站运粮是我们最自豪的事儿。行。
快捡起来！快，快点！快跟上！郭连长和我一直想为我们团绘制一张新的地图。那年冬天，我们终于带领知青实现了这一愿望。我就知道你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啊，我早就有准备了。我的手已经很久没有按过钢琴键和握过小提琴弓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命运就都和北大荒连在一起了。那我就演奏一首我熟悉的曲子给大家听。咱就吃这酸菜馅的，把这肉馅的呀留给这几个拖拉机手，晚上呀咱们再给他煮上。好嘞，行。哎，我那十个饺子也留给干活的人，我最愿意吃的是宽粉煮透了，捞出来用蒜炒，不放盐，用点酱油就行。那是北大荒啊，白雪冬天的一道鲜菜。大家的春节是在途中度过的。我们总是相互鼓励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哎呀，老班长，你看前面好像有座桥塌了，啊，那么多人抢修呢，那哪有路呀？哎呀，这本来就不是一条什么路啊，克服点吧。听说团里今年要修路，明年就好了。是吧？哎，停下，停下，前面路坏了，走不了了。鬼呲牙的天儿，耳朵不想要了。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心灵倍感清爽的微风。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真动人。你是在赞美这首诗呢，还是在赞美我的朗诵水平？
都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夜晚格外的长呢？还听吗？放下你的工作吧，我的新娘。听，客人来了。你听见没有？他在轻轻地敲我们家门，敲我们幸福的家门。连长，嫂子，起来没有啊？起来吧！连长，嫂子，站起来了。徐向东，天还没亮，你小子在我家房顶干嘛呢？该起来了，起来吧。拜年了啊！过年好，好、啊。但愿在1973年，你们给我们祁连生个大胖小子。哎，重男轻女。啊，就是。我告诉你们啊，咱北大荒不缺男的，就缺女的。北大荒可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呀大姑娘。行了行了，别闹了啊！告诉你们，团里已经答应咱们了，要是再来知青啊，也往咱们这边偏远连队里分。哎呀！有人吗？大雪朝我们家门堵了。回来了，我也刚进屋，才把火生上。哎呀，这么冷的天儿啊，这么大的雪，要我说干脆就别干了，快慢也不在这一天。人家总指挥就是不听。别往炕上躺啊。不是说别往炕上躺吗？快起来。这是什么呀？曲向东用废轮胎给咱们做的暖水袋。没事啊。不就是褥子湿了？哎，我有个好主意，咱俩呀，分头去知青宿舍睡。
我只能明确地告诉你，你们这趟是白来了。因为将军，镇义的连长职务被撤了。哎，就你这呢子大衣，在北大荒得冻死你。冻死！我进屋了，别冻着。革命人就不信这个邪。回来了。卑鄙！简直他妈太卑鄙了！居然想利用我来陷害将军，扯！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直到你有所交代。是你们专案组把我派到这儿来的。我们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啊！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不批他，我说什么？郭振义，我告诉你啊，再批爬犁，我就把你关起来。连长，不许再叫他连长！我不让你再叫他连长，听见没有？你让我揍你是吧？啊！怎么着？干嘛？还想动武是不是？哎哎哎！动武是吧？好，你等着啊！东子，找几个兄弟，跟我上山伐树去。哎呦！哎呦！
农。来了，我是你。滚！后来，事实证明，我丈夫反对在那里建新连队是正确的。那将以一片山林的消失为代价。谢谢，谢谢老大。谢谢，谢谢。这位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约翰·迈克尔先生。这是他的夫人。他们是来中国考察的，专程从北京到上海来看我。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学者。这是我女儿。你好。你好。你好。Your father told me many things about you and your aunt.And I've wanted to speak with you. Can you tell me of your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how people look at you? 方婉芝啊，弹钢琴弹得特别好，要不让她给咱们弹一首吧？方婉芝，来，你弹一首曲子吧。那，婉芝，就为约翰夫妇弹一曲吧。他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昨天才刚刚进这个家。我明白，在某些人看来，我和父亲是需要被监视的，但不论这样还是那样。祖国啊，我爱北大荒，就是爱你了。如果不行，就回上海来，回爸爸妈妈身边。统战部门的老同志对我依然关怀着，他们会出面帮助的，啊。爸，请你转告妈，就当我不是上海人，是你们北大荒的一个女儿吧。我们的两个亲人都已经埋在了北大荒，我的灵魂也已经属于北大荒了。就不能多住几天吗？这次探亲假是团里特批的，我现在是知青的副指导员，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我呢。我们妇女就在这里，就这样，又要分离了。爸，我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你跟妈。你保重。忍着点儿。
辆车上，你们也在。是啊，我们可没吵架呀。我也没吵架。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没办法，自己的爸妈逼着带，别人爸妈求着带，这不积少成多吗？那这样，咱俩一块儿到团部去，看看能不能搭上顺路的卡车。哦，回来了。团长，哎，别走了，上车吧。团长啊，还跟着这么多连里的战士呢，他们也探家刚回来。这样吧，把东西都放到车上，啊，我陪你走一走。万芝啊，将军对振义同志的牺牲感到很悲痛，他通过各种渠道让我们向你表示关怀。你的两位亲人都为了北大荒而献身了。兵团可以出一份证明，证明你身体情况不能适应继续在北大荒工作了，还可以帮你办理返回上海的手续。不，难道将军忘记了？他曾对我说过，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农机具修理厂，还要建自己的制造厂，生产自己的大型农机具。将军没有忘，将军对北大荒的希望，也是国家对北大荒的希望。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呢。万芝啊，让你当七连的副指导员，团里很内疚啊。我会耐心的等，等到有条件的那一天。现在，我会把知青的工作做好。我爱他们，他们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我自己。我等了您很久了，来，我帮你来。哎，不了，谢谢。哎，啊，是这样。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所以我想走之前跟你告个别。我们之间有什么好告别的？您丈夫的事儿我也很难过。我觉得有点冷，我先回屋了。啊，好，那我走了。哎，等等，请你记住，北大荒这个地方是与天斗，与地斗。不是人与人斗的地方。对我而言，北大荒和我的丈夫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
他们来了，又走了，就像一阵风。十年弹指一挥间，我是那么舍不得让知青走，又是那么理解他们的走。老宋，哎，干！怎么样？挺好。不会耽误麦收吧？哎呀，你放心吧。那就行。那谁开的车？哎呀，怎么开车啊？哎，停下来！停下来！停！怎么开车的？谁让你开的车？是方大姐。行了，都当连长了，别动不动就训人。咱们有了联合收割机，今后就不用镰刀和扇刀了。我想让她多熟悉熟悉，尽快成为优秀的女农机手。今后的北大荒需要更多这样的年轻人。我认识，我了解，和我真爱的一批又一批男男女女，他们有血有肉的情感增厚加肥了这片沃土。小阿姨的歌声，我丈夫的力量还有呐喊，一起和北大荒人共同离开了这丰收的黑地。今天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每年我们这里向祖国贡献粮食的数量是200几十亿斤，多吧？我就不信咱们三个男的还灌不对一个女的。就是啊，哎，只要他在合同上一签字，那图纸那不就是咱的了？就是。啊，方厂长来了，来了。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没关系，帮一帮，帮一帮。来来来，我来，我来。来来来，好，坐吧。来，请坐，请坐。您请上座。哦，对对，上座，上座。请坐，请坐。你辛苦了啊。我再详细的把我们三个人的身份介绍一下。我们是专业搞农机具的，虽然谈不上是专家吧，但是也绝对是内行。特别是我们看了你设计的那个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图纸以后，我们真是佩服之至。所以我在这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您看我们四个人能不能强强联合吧？话说白了吧，啊，我们三个人已经定了。把自己的单位辞了，我们也希望你把单位辞了，咱们四个人办个公司，那得挣多少钱呢？啊，是啊是啊，那样的话我们就都是老板，都是股东了，是吧？就是啊。当然了，您为这图纸花费了最多的心血，您是大股东，那以后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每年跟着分红就行了。就是啊，干嘛还回北大荒这个鬼地方啊？啊，保证不出三年，让你开上进口车，住上大房子，那银行的存款超过6位数。啊，对对对对，来干啊，来干！哎呀，爽快，爽快！哎呀，来，方指导员。
方指导员，我呀，指导员，这位是普利斯先生 ，Miss Fang。Oh, Miss Fang. Hello. Yes, we have to talk. 普利斯先生想和你好好谈一谈。好。请吧。啊，普利斯，普利斯。话讲的又有进步了。Oh well, thanks to him and to Bei Dai Huang. Over the past 2 years, Bei Dai Huang is like my Chinese classroom. But you know, there's one thing that still confuses me. 请讲。Well, Bei Dai Huang should change its name to Bei Dai Cong. Why haven't they? 我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但你要知道，想改变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成本又高，而且我们怕，吵什么来着？吵什么？吵概念。啊，对对对，我们怕有那个吵概念之嫌。对对对，吵概念。吵概念。Miss Fang。May I take a closer look at your hands? These hands have not played piano in a long time, huh? 从一个上海姑娘变成北大荒人以后，我一直在和北大荒人共同弹奏大地。May I kiss these hardworking hands?我感到非常荣幸。You know, I heard a lot of good things about you from these gentlemen. I also heard good things from John Mark and his wife. They all say the same thing, that you are not the kind of partner who would ever disappoint me. Yesterday,I went to visit your husband's grave, and I realized that when I trust somebody, I trust those people who are connected, even to the whole community. In fact, to the entire country. My good friends, I really believe in the Bei Dai Huang people. M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 is excited to invest in Bei Dai Huang. First,regarding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then to expand to many more projects. Oh, I have one more request. 请讲，我们北大荒有的肯定会满足您的，我们北大荒要是没有的，也一定会想办法去满足您。Well, I want to take another helicopter ride to see all of Bei Dai Huang from high in the sky, because the first time was not long enough to see the entire thing.
我不止一次地去寻找当年我迷路的那片草地，也不止一次地去寻找当年我丈夫郭振义腿被拖拉机压住的那片沼泽。找不到，怎么也找不到。变了，变得只能在梦里再现那片草地，那洼沼泽，苦涩并美丽的我的北大荒。北大荒的一草一木，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都带着我小阿姨、我丈夫、我那些战天斗地的青年战友们，他们的身影，他们的音容笑貌，就这么陪着我。站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我踏实。